各位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。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。 雌激素对女性健康非常重要，40岁以后，女性雌激素水平会逐渐下降，更容易加速衰老，影响子宫功能。女性生长发育、月经等需要足够的雌激素来帮助子宫修复，有助于保护身体健康。 雌激素在体内旺盛的女性朋友会有共同的身体特征，如果能满足，说明卵巢功能很强，有助于延缓衰老，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、更有活力。女性体内雌激素旺盛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？一、月经非常规律。 女性朋友30岁以后，身体机能会逐渐下降，说明卵巢功能也会下降。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部位，卵巢功能下降也会影响激素的正常输出。 女性绝经年龄差不多，基本在45-55岁之间。如果女性朋友发现月经失调，月经量越来越少，大多与雌激素分泌不足有关。如女性朋友在40岁前月经仍然很有规律，而且月经量都在正常范围内，说明你的雌激素分泌很旺盛，既有助于展现魅力，说明身体素质还不错。 身材非常好，子宫好的女性朋友容颜会更好。雌激素分泌旺盛时，基本不会出现妇科问题，体内新陈代谢能力强，不会发胖。女人为了美丽而减肥，尤其是生完孩子后身材会变胖。此时如果选择节食减肥方法对身体不利，其实雌激素旺盛的女人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 雌激素有助于管理脂肪的分配，30岁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体型严重变形，多与内分泌失调有关，基础代谢紊乱。如果想保持青春的魅力，就必须保持雌激素的稳定。3、皮肤光滑女性40多岁，皮肤光滑细腻，无皱纹，但有些女性皮肤已经布满皱纹，皮肤油腻。 脸色暗淡，肌肉逐渐下垂，看起来更老。雌激素强的女性，皮肤状况会更细腻，甚至整个人气色都很好。特别是40岁以后，如果你还很年轻，说明卵巢功能强大。 卵巢功能强大，雌激素和孕激素分泌更旺盛，整个人看起来很好，也很羡慕。如果能满足这个特点，说明卵巢功能好，整个人年轻有活力。4、睡眠状态良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容易入睡困难、心烦意乱、睡眠时间减少、睡眠质量下降，这大多与体内雌激素分泌异常有关。 睡眠不好会伴有失眠、多梦、神经衰弱等，雌激素的减少也会使女性提前进入更年期。
女性发现自己身体有异常，一定要积极应对。相反，如果女性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好，整夜自然醒来，说明体内激素稳定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睡眠，这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。五、骨骼强健女性到了更年期，容易加速钙的流失，引起骨质疏松，这与体内雌激素分泌不足有关。女性激素分泌充足，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，避免骨质疏松。如果40岁以后的女性没有关节疼痛和骨质疏松，说明激素稳定，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。当女性雌激素分泌不足时，必须积极调整，坚持多吃以下食物，这可能更有助于维持体内激素的稳定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，祝大家一天平安开心，别忘了点关注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。